是谁指使的？ 猜的没错，果然有人想杀他，好在是有惊无险。那依你看，是谁指使的？刺客一死一伤，受伤的那个已经招供了，是崔连凤指使的。 果然是崔连凤啊！当年他强暴了崔连凤，害得崔连凤小产，他以为这个孩子是他的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崔连凤早就恨他，只是在利用他。那孩子不是他的。这时间对不上，那孩子是我爸爸的。我现在啊，倒是有点可怜他了。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吧？看来一夜没睡好啊！哎，你不用这么不愿意见到我。要杀你的是崔连凤，我还救你一命呢。但是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替崔连凤卖命？ 不惜去杀害穆家的千金，崔连凤小产的那个孩子，真的是穆志远的。你自己看看吧，胎儿不足四月。 按时间推算，是穆志远的没错。就为了这么一个流产的胎儿，你就对崔连凤言听计从，不惜为他背上命案。米娜城，你可真是痴情的种子啊！除非。 你和崔连凤之间还有别的秘密。好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 谭玄林，你耍我？没错，我就是耍你了。你三番两次的想要毁掉这张照片。 这孩子，应该就是你和崔连凤真正的秘密。